北京的是吧？北京。不要别去炸的花，最高水准最的对吧？你要喝吗？喝啊！你喝我就喝一口看看。哪里？哇，喝你么？喝你！哎，我这细，我这轨道啊，这边这边有五十度这边的，来五十度的。温度越高，那个米较淡，较不会。啊，这个正好恁今朝那水温抓住了，那水那没那恁热啊，不啊，这个比较淡一点。七十二度，七十二度，哎，七十二度，七十二度啊，七十二度了。也是温泉吗？对，要。这个啦，这个。哎，这场。要。我也是，你看我老婆。贵的拢贵州嘛的。要。七点半就要起来了。这张是什么？这个贵宾卡。那这间这间什么教堂？前面这间什么教堂？它应该是个钟楼。钟楼不算教堂。站多久不知道。啊，这个是黑石店纪念碑。我们怎么知道他是俄罗斯呢？光头的。光头的。刚刚如果我们从那个温泉，刚刚你们在那喝了，哦，跨过来。哦。我想本来是绕过来好了，为什么站在你们站在前面就会忽略呢？后来有一次呢，这个天神宙师们他们觉得这些人类，他们设计出来的人类实在太聪明了，跑太快了，干脆把它一分为二。一分为二之后呢，也许你以前呢跟谁是在一起的，是个男的，或者男的跟女的在一起，所以你这辈子以后就在寻觅自己另一半了。另一半这句话就是柏拉图神话里面说来的，啊，就是我们要寻觅。可是有时候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一男一女，对不对？啊，有些人以前就是两男两女的，对不对？不能进去嘛，哦。哦，是外面的哦，啊，喝了会年轻。年轻会说，哎，这几度的？哦。哦。每一个都要喝一千，才能回去。我没有看到亚洲，对对，那想买什么？我看到有，对啊，是根据这个时代在讲，可是呢，那个芒果你肯定也带不出去。
外面这个也温泉嘛，这没有钱也是一样。温泉哦，去冲泡，未冲泡啦，无介好啉啦。